你猜这是什么？这鹿。我让他们猜，让你猜呀、啊。话可密了。哎呀，给我一串，给你，一定放的，看好不好看？我看他们蘸红油吃呢，茄子，什么东西这是？绿豆糕的味儿。哎，我说呢，不值这个钱啊，是吧？嗯，这死味儿，天藏的，这就花300来块钱呢。以我做人气用，嗯，是啊，这里面吃完露楚，咱吃蛋糕，吃，味儿不一样，吃完露楚再吃，一个一个吃，那化了吧一会儿，来给你抬一个，好嘞，谢谢，对，快赶紧吃，这也光我吃啊，嗯，让他不知道，你想吃这个吗？不想，你呢？嗯，挺好吃。这个猴厉害，这把这个吃完就吃了，你都吃吧，都给你吃完就吃了啊！我先尝尝这个好不好吃，买了个冰回来吗？嗯，谢谢老大。黄辣椒，嗯啊，好吃，冰死你！这冰激凌，嗯。好吃吧？嗯。